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晚的福气来了节目。今晚少介乜介咧？少介吼，对你个社会地图吼，你当一独有可能会领导介差，其实有三十分之多哇，英语冇领差强嘅，乃会怪怪。不过你要好好了解，你个差冇啊？今日来到两届咧，当后生届讲什么？讲价千金，我咧好好少介几多介差吼。格格来分享你个体验，里边是系讲价千金，讲讲性分享。大家好，我叫嘉欣，很高兴来到这边。耶、yeah, ，欢迎嘉欣。听两个绕墙个是老妹，叫嘉怡。大家好，我是嘉怡，然后我们是茶农第四代姐妹。耶、yeah, ，好可爱哦。一般我们欢迎来宾的时候，就很少有这么年轻的姐妹花来介绍茶。而且刚刚嘉怡说：“大家好，我是第四代茶农。”我觉得是很没说服力，看起来很没有说服力，因为就是看起来就是又可爱又年轻又漂亮，然后说：“哎，我是茶农。”不过是真的，对不对？你们是第四代了，对哈？所以等于是什么阿祖啊、阿公，对不对？就是。然后到爸爸，然后到你们，对，所以今天这个来到节目地段，要大家来稍微记得要查吼，所以我刚没有讲清楚，记得是来自拉拉山，所以我们要介绍的是在拉拉山高山上面的高山茶，对不对？赶快来讲一下你们这个高山茶的特色。好，那拉拉山茶它有一个特色是它的香气。比较不像一般的茶，它是属于很浓烈型的。那拉拉山它是属于比较柔和，喝起来是很细腻的香气。它是属于我们这边特殊的山头气的气味。对，因为人家说茶要种在高山嘛，对不对？因为它比较冷，然后又温差大，可以，然后日照充足，这样讲对嘛？哈，对。哇，面对这个叶家千金，我讲话要很谨慎、很专业、动正呀哈。所以我们说它的后韵很强。它为什么说淡啊？我因为我自己每天都会喝茶，我一定要讲一下，就是有时候那个茶看起来，如果你要把它当成很口渴牛饮，那是另外一件回事。可是你细细的品茶，它淡淡的，但是它的后韵很强，所以我们常常说茶会回甘，对，就是这个样子。那高山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后韵是它的特色，后韵是它的特色嘛？就哎，那台咖一般每天喝的手摇饮是不一样的哦。其实年轻人很爱喝手摇饮，你们自己喝手摇饮吗？哎，有很少啦，很少，对不对？一定要这样讲，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天天喝手摇饮，很多年轻人每天都要喝手摇饮，可是其实大家没有真的好好坐下来细细品尝我们自己。的台湾茶，这跟手摇饮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不过讲到两瓶吼，两两盖像什么很可爱哈，所以他们说他们的品牌是叶家千金嘛，就是叶家千金在这里两位，就是人家说发专辑是同名专辑，你们也算是同名对。不过你们的茶其实因为你们接手第四代茶农接手，所以你们其实也开始慢慢的朝向自然农法，甚至野放。对。我们现在因为其实现在高山大家多数都是以产量为优先，就是我要施肥我就是要那个量，但是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不是要量，我们是要以质量去就是取胜 对, 對，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自然农法。那自然农法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不施有机的不施化学肥料，然后也不用那个化学的农药之类的，甚至有机肥都放得少，对对对，所以它必须它的那个茶树的根必须往土壤的更深层里面抓根，所以它会吸收土壤更多的微量元素，所以自然农法它的茶喝起来它的层次会很丰富。真的吗？对，真的吗？对，因为其实我们家很习惯喝茶，其实每天都会喝。高山茶当然不用说，就像你说的那种后韵、那种回甘，对，然后那种韵味的那种质感。对，所以你觉得用野放你来喝，你们自己这样评鉴起来，你们觉得那个茶的层次更丰富？更丰富。OK， 哇，所以。你看到这好像在考试有没有？真的考他们是不是第四代的茶农？还没几岁提携都应该茶农，所以野放应该不容易吧？应该一小块去野放，因为你知道，对，野放是它人，虽然它是放任它在长，但其实它的人工花费更多。OK， 因为野放它采摘不容易，像一般我们采摘它就是嫩芽，就是长出来我们可以很快的采。对，但是因为野放它会穿插一些
草啊什么，所以它采摘的速度就会比一般的茶更快。哦 ，OK， 那我要问一下，你们两个有真的去采摘过吼？有啊。妹妹也曾经采，也真的有去摘茶这样子。对，哇，真的是哎。妹妹现在是比较负责就是制茶的这个地方，后面的制茶哦，真的，你制茶很强，制茶比我强，还在学习，好棒哦。我觉得很哎，我觉得哇，我觉得你们未来真的可以发展好多，我觉得以后还可以让大家来参观跟体验呢。我觉得，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能够去参观跟体验。就会不一样。我们常常在介绍很多农产品的时候，因为你越是知道它的过程，你就越懂得怎么样去品尝，越懂得去珍惜。我觉得茶这件事情也一样，因为茶对我们来说是曾经是风光一时的经济作物，对，在台湾的出口是非常非常高的。可是到了后来，我们都忘记，其实我们拥有这么棒的一个天然的一个资源，甚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哈。不过讲到两片才到尾起头讲哇，其实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讲茶两片事情。你讲你现冲款豆诶，跟我们一般认识的茶不太一样。以前的人真的是到人家车，到人家家里，如果有喝茶，会有一个茶具。对。然后我们都说老人茶。以前我们会说啊，龙井茶，就是大家好像老人家喝茶，一小杯一小杯，然后大家那边打嘴鼓，就我们会觉得好像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年轻人就是要比较洋化，我们就要去喝咖啡。但现在不一样，我觉得我们要从年轻就开始学习喝茶跟品茶。所以你看，你们现场这都是你们带来的，很漂亮哎。所以行销是姐姐负责，对 ，OK。然后像这些美丽的样子是出自于妹妹的手，对，就是产品以前的，就是背后。就是主要是我负责，真的，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看这个，刚刚看起来这颜色就好美，对不对？这都是他排版设计，因为他小罐是想要让就是年轻人刚开始想要接触茶，然后他是可以挑自己喜欢的茶，然后装小罐，然后他可以自己带回去泡看看这样子。哇哦，哎，我说真的哦，如果我是一个不喝茶的人，我会先看到罐子就想买。我就先不要管那个是什么，反正我看到它很漂亮，我就说啊，我要先买，然后回去再说，会不会这样子？对，蛮多年轻人都会，就是会先看它的包装啦。但是就是，其实我们的茶也是还不错，就是妹妹很可爱，妹妹说，其实我们茶还不错，其实我们的茶是很棒的，只是因为年轻人会。喜欢包装，所以会先吸引年轻人。对，就是先从包装，然后设计先去吸引他，然后再就是，他喝到其实觉得还不错，所以他还会再回来。哦，对，我们现在其实主要客群开始偏年轻人比较多。真的，对，像茶包也是，对不对？对。而且像这个 logo 也都是你设计的吗？对 ，logo 是他。对。你真的很会耶，好棒哦！然后姐姐就是负责行销这样子。行销。OK， 所以其实行销还有很多的故事哈，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来讲。一下，因为广东鸦片哈，其实我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先介绍比较难的，就是我们制茶的过程。好，对，鸦片是走茶改狗仓，其实第一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台北很人工，不过其实也是有很多地方是机器采摘啦，不过人工是很重要的，像你要采一心二叶啊，对不对？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台家独栋了解，先去把这个茶给采摘下来。那第二个就是尾雕了，对不对？对，来谁要来分享一下？简单讲，尾雕其实如果是做乌龙茶的话，尾雕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因为乌龙茶它是尾雕的部分，就是让它怎么走水走得顺，就是把一些多余的水分去自然的去掉。对，但是要保留好的东西。是，对，所以如果乌龙茶它前端尾雕部分没有做好，它后面补救会比较困难一点。OK， 对。好哟，所以提泥谱和尾雕，提上谱，尾雕结束之后还要放在一个地方，就让它静置。静置，对。对，目的是。目的是因为它前段时间已经晒过太阳。对。那它会比较热，所以你一定要就是跟人一样，你有时候太热，你还是要休息。就是茶叶其实跟我们生活还有跟人都很像，就是你不能给它过热，也不能给它过冷。那静置的地方有点像是让它先休息一段时间， okay， 是，然后浪清，对不 对？浪清就是让它就是醒来，因为它已经静置一段时间，它会停止了，然后浪清就是让它再醒来，
继续运作这样子，运作就是一样继续走水。哦，所以还是要让它多余的水分给都是在走水，都在走水。OK， 然后最后就干燥它。对。哎，为什么不能直接干燥哈？杀青。对对对，嗯，其实它不能直接干燥，原因是它到浪青的部分，它的水都还在。了解。对，那杀青的部分是停止它发酵，就是乌龙茶的话，那我们就是不要让它发酵太久，所以我们乌龙茶其实很快就会杀青。对对，杀青完就是乌龙茶稍微揉捻而已，乌龙茶不是特别重揉捻，揉捻的地方比较偏向红茶。了解。红茶是非常看重揉捻这个部分。是。对对，揉捻完乌龙茶揉捻完就是通常都会塑成那种球状形。没错。对对。哎，讲完了吗？最后讲完了是不是？好，对对对，讲完了。对，所以你看哦，这两个姐妹很可爱。动顶一下，他们在分享这个的时候，他们其实你们并没有讲出非常绝对的功能是什么，但你们讲是跟人很像，对，让它静置之后还要让它醒来。好，他刚有发现吗？刚才有讲到，比如说虫儿改石青，就是乌龙茶，像你刚刚提到发酵很重要，红茶的揉捻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到台高的富营，台高的地公哦，风茶啦、乌龙茶，其实它跟发酵程度很有关系。赶快借这个机会，赶快，很多人有迷思。对，因为其实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是，客人会以为说，哎，红茶种出来就是红茶。不是，然后乌龙茶种出来就是乌龙茶，他们以为就是他们会少了就是制茶的这个步骤。不是，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店里就很常跟客人说，哎，其实同一种茶，比如说清新乌龙，它的品种是清新乌龙，它可以做成绿茶、乌龙茶、红茶。对，那它取决于就是绿茶、乌龙茶、红茶是在于它的发酵程度。没错。对对，所以台高是都改风茶，有吗？像我等一下我会介绍我前面的风茶，它就是我们说是全发酵。对对，然后当然也有人说是发酵到95%，比较精准一点。如果有人讲哎，还讲是都木龙茶，如果木龙茶就是半发酵茶哈。所以哦，要讲到你茶改水地是其实去龙山还有东都改故事，我得分享。你聊哈，等下再讲来讲。因为小改类似拉拉山改叫加千金吼，加新到加二，类到节目老台高的小改茶，对不对？我觉得好棒哦，对不对？我们台湾人一定要认识自己的茶，尤其是有两改安定一下改降什么的小改时间，我觉得好像台湾未来感觉上很有前途，然后也很光明，然后很有希望，对，好可爱。对，不过等一下讲的小改两个人为什么会接茶这个故事，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现场这就是你们带来的茶。哎，好漂亮哦！你们就是这样子一组一组摆好，对不对？很美。我先讲一下，在我前面的是红茶。哎，大家都知道，红毛一款该 say 好 ，Ching 是黑凤茶，对不对？然后接近你们的是乌龙茶。哎，可是这个颜色也比我们一般认识的乌龙茶再淡一点点吗？对。我对茶也是有点研究，好不好？对，所以基本因的 L 小改是黑基调改，你讲千金风茶了，千金乌龙茶。哎，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各自推荐给客人，你们会推荐什么茶？各自的喜好。嗯，我会推红茶。这个对，因为这一支红茶是我们在一般红茶都是正下座，那正下座是因为它有那个小绿叶蝉去灼烟它，所以它茶叶会呈现那个蜜香，没错，蜜香味，而且带点甜。对，那它这一支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它是在夏秋做，那它的茶质又再比夏天做再厚一点。然后我们制作出来的时候，发现，哎，它竟然还有果香味。哦，就是它除了蜜香还有果香。OK， 是因为哈，我们今天都戴口罩，可是那时候我刚好偷闻，它真的香气很足够。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就是一般因为讲，其实因为我们常常说白毫乌龙什么，其实它非常非常的珍贵，对，然后。可是给冻奶泡，我觉得它很耐泡，对，它可以泡好多次，然后味道还是非常的浓郁，而且喝起来是非常的舒适。而且刚才台高又躺到吼，其实台高可能又另差改，因台高都冻了解，哎，我改茶，因为它有小绿叶蝉的灼盐，
客家话叫炒燃，所以它叫卓元茶。对，然后就是你知道有虫的口水，对不对？在上面，然后它要有产生天然的天然改蜜香味，所以你们说你们的还多了果香味。所以它很珍贵耶，而且它又属于是清爽型的红茶，它可以是一直喝一直喝不会腻的那种。对呀、啊，就是很耐泡。我们说，你看用"耐泡"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就是好像很通俗，有耐泡，就是很耐泡。所以你早上起来，如果你想要喝一杯这样的红茶，它可以让你整天都很舒服。对，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你推的千金红茶，是不是？妹妹呢？我是推荐这个千金乌龙，因为它其实发酵没有很高，所以就是你会喝到最原始的茶叶味道，对，你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你跟茶叶一起呼吸的感觉，然后你会觉得你输了，他说跟茶叶一起呼吸，你等一下再想一个新词，你想一个新词，所以继续，然后呢，就是它喝起来就会，哎，我。就在茶园里的感觉，我跟茶在一起。它这次茶气很强，因为它是冬茶。OK， 对，那你有要补充吗？他说他跟茶在一起，他补充完了，他已经跟茶玩在一起了。对，其实我们是拱小啦，其实就是看个人喜好。对，我一开始比较喜欢喝乌龙，可是我这几年就被训练之后，也很喜欢喝红茶。对，然后关键来了。很耐泡，对，很耐泡。对，我觉得很，是吧？我觉得因为它是高山的红茶，它不是，因为高山红茶它的果胶质比较厚一点，所以它其实是很耐泡的。对，而且它放久了，它会有木质调的味道。你说红茶吗？对，它会转味。是你们家的还是所有的白毫乌龙都这样？如果是它的质特别好的话，其实它的蜜香如果放一段时间，它会转成木质调的味道，木质香出来。好棒哦！对，所以从早上开会有没有开到下午还可以再重来喝，然后味道还是很浓郁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就像Guido讲的，安永改茶改铁色石黑琼，千团讲到这也是高山茶的一个特色。对，就它的后韵特别强，也就跟我们的人一样啊，就是我们人有时候生命有很多的经历，有一些空白，有一些留白，然后留一些底蕴，留一些韵味，是这样没错吧？你们两个不要突然这样子看着我，对，没错，好可爱。对，所以其实因为姐姐其实算我们说第四代，大家不会起头工，为什么这么年轻就接茶的事业？是因为姐姐之前留日的时候有接触过茶道，对，对不对？对。应该说我在日本待了7年，就是还蛮久的。然后所以日文应该很好，所以其实你不会客家话，你可以用日文受访，只是我听不懂。可以，可以，台湾日文比较可以讲。是，那我因为我在待的7年当中，我有学一些日本的茶文化，像茶道，那我也学了3年。那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就是他们在传承茶叶的文化是非常厉害的，然后我也是想说，哎，既然日本都可以做到这样，那台湾为什么不行？然后所以我就有想说，哎，其实如果去告诉大家，其实如果台湾半发酵茶，比如像乌龙茶类的半发酵茶的技术，是目前我觉得是台湾最厉害的，就是。我有听过日本人想学，但是学不来，因为他是需要经验去累积的。对，那我觉得想要告诉大家，其实台湾的制茶真的很厉害，制茶的工艺，对，可以继续传承下去，这很重要。对，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你在听说你在学习日本的茶道的时候，有一些特色，比如说，老师在跟你们一同进行的时候，其实老师是不说话的。对，老师是日本茶道，我觉得他最主要不是教你怎么泡茶、怎么喝茶，他最重要教你的是你如何把自己的心沉静下来，然后有点像是你要内观自己，活在当下的感觉。好棒！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学3年就其实真的学不够，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人就是会不断的被外在所影响，就是外物，所以但是。日本的茶道，它就是教你去如何了解你自己。我觉得对，所以那是一个
所以你在等于是在上课那个期间，其实也在沉淀自己，对对不对？然后反观自己，对对，然后可能人一直在前进的时候，其实还是会一直不断的变化，就像细胞一样。对，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为什么你说学不够？因为它就是一直在重新的进化。对，是不是有个小故事？是你们要放一个什么小手券，什么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对，日本茶道还有一个点就是，老师永远不会教你做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什么。OK， 他只会教你就照着做就对了。所以就是比如说茶巾，你茶碗那个茶碗擦好之后要放在哪个位置，就是这是都固定好的，你就是一定要放在那位置。然后因为从来没有问老师嘛，那但是之后才知道说，就是老师慢慢才会透露，其实你没有发现你做的这些动作都是顺应着自然，然后顺应着你自己的身体流动，它不是一个规矩去束缚你，它只是想要把你的心静下来，它其实就是一个传承一个精神，对对，我觉得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对不对？哇，好棒哦！所以你看哦，姐姐在日本就是我们说学习习这个茶道3年，然后但是回来，我觉得另外一个改变是你反而想要接家里的事业，然后推动我们自己台湾的茶，对对不对？因为台湾茶很棒。但我们不一定像有日本那样的茶道，虽然不同，可是它可以改变成另外一个状态跟模式，也让大家重新的认识茶跟学习茶这件事情。所以妹妹一开始是不愿意一起做的，对不对？对啊，那时候其实因为那时候还是学生的心态啦，对，就是想说，那时候就是想说，我还想要出去工作。我干嘛要跟姐姐去做茶？对，那时候因为就会觉得，我想要就是自己出去赚钱工作这样，因为就是想要找个稳定的工作，然后我就有点委婉的拒绝他啦，因为他感觉就是他还想要更多经验啦，他可能想说不想又再被家里绑住，对，想要出去累积一些经验再回来，也许就是。互相能更接得上，然后也可以互相学习。那为什么后来又愿意了呢？后来愿意是因为就是，其实就是被强迫，没有，其实也不会被强迫，就是其实那时候就觉得，我自己在外面赚钱，然后我生活就是只是为了赚钱而活嘛，就是。你觉得可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对，我觉得可以，更有意义的事。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更有趣的事情。啊，是不是听说好像还有姐姐是有邀请，或者是有一些日本的观光客，还是日本的老师？日本的人也是跟茶叶有相关，那他对茶叶也很有兴趣，还有带他来过我们的茶园。对啊。然后妹妹就看到了，就觉得原来这么的厉害，这样子。对啦，因为他们就是很有那个学习的精神，对啊，所以更加深了你要跟姐姐一起努力的心。对对对，哇，也是蛮不得了的，因为妹妹还很年轻，你说要来去做茶，然后不是只是在店里，像以前我们说我想要开咖啡店有一个梦想而已，对，她其实是真的要做这个。当成一个事业在做，很不容易哈。其实还有东东改故事，走得到台高的不赢哦，台高是了涵，你等下找张来讲。拉拉山改叫加千金哈，加新了加一类的节目地图，那台高都小改差哈，我觉得太棒了。不管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总是一个成功的开始。我的感觉是这样子。不过你看，我们现场这是你们带来的整个这样塔茶的组合，所以去到你们那边是可以在现场喝茶的，可以。然后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对，可以喝茶，然后也可以试茶。什么意思？试茶，试茶的话就是这一这个，对，这一区它是做试茶，就是我们自己做了一套，就是大家如果想要
很快速的试茶，因为有些我知道现在普遍上试茶有可能要做一两个小时，就是坐在那边一直试茶，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是只要十五分钟。怎么做？十五分钟就是它就是我们用评鉴杯，就是比赛茶用的评鉴，这个白色的瓷杯。对对对，我们这是我们自己特制的评鉴杯。对。然后就是茶叶倒进去，那评鉴杯就是因为比赛茶会用到的杯子，它一个杯子它可以闻香气、滋味跟茶糖。对。那我们就是把比赛茶的东西拉过来，然后在我们的店里就可以喝到，快速的喝到，然后去怎么样去品评这个茶这样子，所以可以体验。对，你们会教，我们会教教客人，就是，对，我们会教，所以你们就会给他一组这样的东西，然后教客人如何去评鉴这个茶，如何冲泡，对，然后包括像喝这个茶就茶汤，对，然后颜色，哦，这样很好哎，这样等于是亲自自己做。然后又可以喝到茶，然后又可以学到茶这个整个，对，整个过程对不对？很好哎，妹妹要补充吗？我们那边其实还有那个茶空间 ，OK， 对，因为其实有些人买茶，然后可是他想要有一个舒适的空间，然后自己静下来喝茶，然后我们就是准备这一套茶 ，OK， 然后这一套茶里面就是我们会附一些茶点，然后还有茶 Q 蛋，对，看起来超迷人的，就是好可爱哟，喔，有一颗蛋。对，这个茶 Q 蛋是我们自己跟茶叶一起烘烤的蛋，这样子。哦，所以是你们自己烘焙的。对，而且听说是山上的土鸡蛋是吗？对，土用土鸡蛋。好棒哦，喔！然后就有一颗蛋可以这样吃，配着茶。对，你可以配着吃，然后其实主要就是要让你自己品尝这个茶这样子。一般他们说配茶的食物也非常重要，对，所以你们也是特别想过的。对，就是不能太油腻，然后尽量不去影响茶汤的味道这样子。对，所以黑公黑豆辣辣山新扎嘎千金走在卖茶，也可以在那边品茶，也可以在那边安静的喝茶，对不对？是这样，对不对？更重要的事情，还有从而改时心，可以走对线都卵，就是 Q 蛋。听说这个蛋很受欢迎，是吗？对对对。对，它其实是我们爸爸研发出来的哦。它在20年前就风靡一时过。OK， 就是他之前他在做这个蛋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卖太好了，对，然后他卖到连就是便利超商都跟他要合作。然后爸爸就说他不要再烤蛋，他不想要终身烤蛋，因为他其实对，因为他其实很耗时间，是，他真的是非常耗时，他大概有一个礼拜的工作天。对，不要看他这样小小颗，这样，但是还有一个礼拜的工作。所以我所以我眼前的这些土鸡蛋，除了是你们山上土鸡蛋，然后他也花了一个礼拜的工作天才拥有下这个蛋。对，他需要就是我们要一个一个挑，一个一个敲，然后他可不可以适合烘焙？因为有些蛋它如果破裂，它不适合烘焙。那你们跟客人说的时候有没有说这些？有啊有，一定要说，所以让客人吃蛋的时候要很细腻的、精致的去吃它，这样子。对，哇，所以这就是。哇，这个是算是精心用你们自己的茶叶烘焙出来的茶 Q 蛋，哎，你讲茶 Q 卵，海陆茶茶 Q 卵，所以茶套餐也就是这样子一组，对不对？对，對茶套餐也有附一颗蛋。OK， 所以你们有茶套餐？对，茶套餐就是会搭配一些我们的茶叶甜点。OK， 很棒哎，所以你看哦，有一个这样的茶套餐，也可以在那边喝茶，基督公还是五分钟改茶改体酿，对不对？哎，在这边哦，其实还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哈，可是因为他刚才又讲到从基那边走哎嘿。就是有一个那个专业的评鉴的杯子，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知识，就是黑公你都不怕泡茶豆打有哪一种改敷呢？请回答。白瓷，一定要白瓷，就是
为什么要白色？是白色你也可以去看它的汤色，没错，就是它泡的程度，茶叶张开了没？就是白色的你会比较清楚。那白瓷的话，就是尤其像半发酵茶，尽量用白瓷比较好，因为它比较不会去影响到茶叶的本身。对，但是因为我们以前泡茶的时候都买好漂亮的壶，紫砂壶、紫砂壶什么的，可事实上不一定是最好，对不对？对，应该说你如果想要喝到茶叶最原本的味道，会建议你用白瓷。但是像紫砂，因为它是它的陶土，它本身它有一些元素在，所以茶叶泡进去，它味道会改变一些些。是，对，其实也是可以，但是那一类型我会建议就是红茶类发酵比较重的可以。OK， 所以像你们推出的茶体验，包括这样的一个组装，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喝茶配甜点加这个蛋，这是你们第四代接手之后才发展出来的。对。OK， 那你们这样子跟爸爸阿公这样子一路按穿心哈喽，他们会不会你们会不会有什么意见不合或冲突的地方？蛮多的。蛮多的。看姐姐还是妹妹，要不要举一两个例子？就你先讲吧，我先讲好了。OK， 最早是祖父他先来种茶，他从关西，然后民国1925年的时候，他从关西就是走到徒步走到大溪，然后就是大溪那边现在有一个大溪老茶厂。那其实我的祖父他以前就是在那边当茶工，就是日治时期的时候。然后就是有在那边种茶，帮忙种茶。那之后阿公接手之后，换阿公的时候，就阿公他开始就是有做自己的茶园，然后盖自己的制茶工厂。对，然后就慢慢做。那爸爸他也是就是去钻研制茶技术，但是呢，就是到后期，就爷爷他就很不想要爸爸再去做制茶，因为制茶很辛苦，因为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做，爷爷就后面没有做，他年纪大就没有做。那所以他们后面变成他们拆了一间店变两间店，拆伙了。对 对， 對，拆伙就是是连在一起，但是一边是爸爸在做，一边是爷爷在做。对，因为他们就是意见不合，就是因为爸爸他坚持要做茶制茶，但是爷爷觉得他这样很辛苦，那可能中间闹不和，对，家庭秘辛，对对 对， 對。但现在就是由你们叶家千金承制，所以电影就是叶家千金这样。OK， 有什么理念不合？比如说你们会觉得说，哎呀，做茶怎么弄这些啊什么的？对啊，就是我们把大的东西变小，他们就会非常有意见。因为现在很流行那个精致一点的 ，OK， 可爱，就是把传统的东西变得比较现代一点。那要跟他讨论，他会觉得，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对，所以还要开家庭会议。对，比如说把公私藏25年的老茶，一般就是老茶就是这样大包装卖嘛，这样就价钱就不错了。但是我们想好，我们一起把它做成茶包。你们破坏了阿公留下来的25年老茶，做茶包，因为我们想要给年轻人喝看看，就是乌龙的老茶。你知道那有多珍贵吗？你看我就老派嘛，你知道，所以你们就把它这样子给破了。对对对，难怪会家庭会议。对，对不对？所以爸爸想说，怎么可以这样？来不及喽，叶家千金。很有个性哦，他们就决定要做成茶包，想要让年轻人也喝得到。对，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其实这是个没有对错，对啊，我觉得这不是对错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理念，因为你们的目的是想推广，对，但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很珍贵的，我们保留的，我们想要守住的一个精神跟一个那个状态。对，可是。你知道茶是有生命的，好不好？茶的传承也是有生命的哦。聊天时间有不憨好豆感因地，所以现在还是会每个礼拜开家庭会议，沟通一些理念，对不对？我基本上每天都有，每天都有。可是我难以在港高，我觉得他们的爸爸或是他们的祖父辈是赢不了这两位的。我觉得你们两位沟通只是去表达，我觉得你们好像没有要妥协什么事情的感觉。其实我们会沟通，对，会沟通。那其实我们也会接受他们的想法，我们不会完全改变，因为其实他们有些说的是真的是他们的经验，对。
他们的经验，不然怎么会有那句肉固鲶泥，就是说哎呀，我吃过盐比你吃过饭还多。对，其实今天傅仪中改凤仪走的绕墙头加千金雷斗的阿片，其实他们未来还有很多的想法，有机会好好来聊，比如说邀请的日本老师来这边交流啊，对不对？或是在未来在行销上，或是在发展上有更多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是体验更多的一些课程，或是体验让各种让用亲朋友或者让客人一起来体验，而且妹妹做到现在也没后悔吼，没有啊，应该没有吧？其实就是这样的，就很像跟姐姐一起来到这个小宇宙里，然后我们相约一起去旅行，然后我们要互相就是互相陪伴，然后一起成长的感觉，太棒了哇！也希望叶家千金把我们的茶再从台湾这个这么精致的东西啊，台湾这么重要的经济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带到另外一个新的高度，好不好？谢谢你们来，感谢又给十五来分享啊，杨明。好，希望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吼，强荣来支持你嘅后生人，哎，你支持你嘅台湾茶，到了下下来咧，哎，邀请你所有嘅乡亲朋友，强下来做认同了。恭喜福喜乐乐界所有的朋友，会记得去到福喜乐乐界免受侵占，还有听的你客家电视的 YouTube 频道，让你的人片分享出去哦，感谢大家。